是要在大农大富，然后我发现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适合拍戏，拍一些太多景可以取了，哦，战争片啊，动作片、武打片啊，里面都是可以作为取景的一个地方，或是拍 MV 啊。各位好，我们现在的场景是光复乡花莲县光复乡的大农大富，哦，然后这边真的很漂亮。之前有飞过空拍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空拍。对，然后这个地方的空拍但很漂亮，但飞高了你没有办法更贴近地面上的一些特殊的场景。我为什么会想要录这一段影片呢？其实台湾非常多的珍贵的自然资源，大家都要非常去爱护它，因为它是我们台湾最棒的最后的净土，美丽的花莲。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个地方大农大富，然后我们来看景。因为有一些 MV 啊，有一些小短片可能会是在这边拍。Cause we never jumped, yeah we stayed in